焊接的焊切换成清洗，把电关了，主要是把激光器关了，然后就是这是聚焦镜的位置，就把聚焦镜的这个螺丝拆开，螺丝拆开，把落螺丝卸下来，把螺丝拆下来之后把盖子拿下来，这个有个孔，这个孔是朝这里的，朝上的，然后这个密封圈的地方是朝上的，然后换上清洗的聚焦镜的抽屉。好，换上之后，然后再把那个盖子盖上，盖上之后再把螺丝上上，然后再把这个螺丝再上上，再拧紧。下一步要把这四个螺丝拆掉，这个管子要拿下来是吧？对，管子要拿下来，把这四个螺丝拆掉。现在螺丝已经拆好了，然后把它拿下来。拿下来了，然后清洗上的嘴子组件，再拿下来装上是吧？对。然后现在要先给它上螺丝。上螺丝，现在已经装上了，然后给它上螺丝。现在是这个螺丝已经上上了，然后把这个嘴子上上，清洗的配套嘴子组件，然后这就更换完了。嗯，拍个照片呗。然后我们要把这个系统切换到清洗的界面，系统三是授权，选择输入密码，选择清洗80%，确认，请重新上电。这个时候就切换成功了，我们要开始重新上电，重新开启。再点清，确认，现在就是清洗的界面了。就是那个把那个比例系数改成256，这个要改一下。扫描速度改成20000，这个激光功率就用现有激光系数多大功率就用多大功率就行。然后我们就准备清洗，就可以开始清了。